6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许又生表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来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在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艰辛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在这一制度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会上有记者问及民主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此许又生从现实需要和历史选择两个角度做出了说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拥有14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大国，在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这样一个领导核心，那么它的结果必然是分崩离析、一盘散沙，什么事也干不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啊，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百年的奋斗的历程中，团结各民主党派，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创造了足以让中国人民引以为傲的辉煌的业绩，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的飞跃，应该说赢得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的拥护和爱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也是各民主党派的选择。同时，许又生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啊，我们说的是政治领导啊，政治领导，也就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地位，各民主党派呢都有自己的章程、政治纲领和组织架构，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他们都独立自主地来履行职能、开展活动。